日素活章鱼。哦，上帝真是不公平，给我像章鱼一样的儿子，整天只知道缠着他老婆。我们公开关系吧。公开关系？虽然我承认哥的爱很了不起，但是像你这样帅气的男人不是只有你一个。是谁啊，让你眼冒爱心的家伙？你哥跟李瑞英小姐还是很幸福吗？ Perfect。 你确定？等一下，你到现在还忘不了我哥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我的女儿瑞英，东森戏剧台。